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欢迎收听原网台的治疗法与你，我是 Della， 今日会继续和袁大明治疗法医生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你好。大家好， Della 好。是啊，咁啱啱早前咧喺报章上面咧就睇到一篇嘅文章咧，就系话咧系晚期嘅前列腺癌咧，佢哋用呢个混合疗法概念咧，用抑制荷尔蒙咧可以延缓嗰个恶化嘅。咁相信咧喺佢啲癌症之中咧，前列腺癌咧嗰个整体嘅存活率咧都会较高嘅。而晚期嘅前列腺癌嘅为例咧，现时咧都可以透过呢个嘅荷尔蒙嘅针药咧，配合新一代嗰个口服嘅荷尔蒙药咧，而延缓嗰个癌细胞嘅生长。比起传统嘅治疗方法咧，可以用到嘅化疗药物咧，副作用较低呢，亦都可以维持咗嗰个年老患者嘅一般嗰个生活嗰个质素嘅。根据呢佢一个癌症中心嗰个数字呢，喺2021年呢，香港患有前列腺癌新症同埋死亡嗰个嘅个案呢，分别呢就係有3038宗同埋518宗嘅。而患病嗰个死亡呢，随着年纪嗰个增加呢而上升。而当中呢第四期先确诊出嚟前列腺癌呢是占嗰个整体嗰个癌症呢成 31.5%， 即使呢个反映咗呢好多嘅患者呢喺初段期间呢都唔会识别到自己患有嗰个前列腺癌嘅。而比利科嘅医生呢就话早期嗰个前列腺癌嘅时候嘅情况呢係好多时候呢都唔被察觉嘅，佢可能呢就伪装咗呢就几乎呢唔会有啲咩症状嘅。就算呢啲男士呢出现咗一啲嘅尿液嗰、那个细瘤微弱啊，或者係唔畅顺嘅问题呢，咁佢哋可能觉得只係一个前列腺嘅增生呢，就冇諗到呢係原来嗰个呢係已经开始患咗呢个前列腺啦，直到呢嗰个癌细胞扩散到去嗰个骨络啊，或者系淋巴引流嘅时候，先引起个痛嘅时候咧，即系有骨痛嘅时候咧，先至咧去做检查嘅时候，就已经发觉到已经系差唔多去到第四期噶啦。咁所以好多时候咧，亦都有啲人亦都就话，骨痛长者骨痛系因为劳损啊关系啦，咁休息翻咗去就够啦，亦都忽略咗呢啲咁样症状啦。相反咧，晚期嘅前列腺癌引起嗰啲痛楚咧，都系持续嘅，甚至令到人哋晚上边咧，即系夜晚咧，都系好似痛醒咗嘅，而系唔可以，即系应该就系、是、个医生就认为咧，大家应该咧，如果遇到呢啲不适嘅时候，应该就要正视翻啦。而喺佢哋一般上面嚟讲咧，佢哋都系用嗰个电子嘅检查之下咧，证实咗你患咗前列腺癌之后咧，就要接受嗰个治疗啦。咁啊，担心嗰啲嘅一啲嘅可能嗰个荷尔蒙嘅副作用啊，而影响生活节奏啊啲嘢嘅时候咧，好多人都唔想咧，亦都唔想为嗰啲仔女咧增加咗嗰个医药费嘅负担咧。佢哋一般咧都可以咧系即系拒绝嗰个治疗啊，即系觉得冇咁嘅嗰个、那个即系唔想去医啊。好多时候都要其他啲屋企人咧去劝喻啊。但系喺佢哋嘅情况之下，佢哋所谓而家新嘅混合治疗咧，嗰个成效上边，其实只系将嗰个病患者咧系延长佢哋嘅寿命嘅啫，就唔系话有啲乜嘢可以治疗或者根治到嘅方法。但系呢个荷尔蒙嘅治疗方法时候咧，系新一代嘅，就系用嗰啲口服啦。咁但系佢相对嚟讲，佢哋觉得喺个临床上边就系话嗰个死亡率会減低啊，不過相對之下咧，呢啲嘅藥物咧，嗰個亦都係非常之昂貴嘅，而係亦都係一啲咧年紀大嘅人士咧，亦都未必適合用呢一個嘅新嗰個嘅混合療法啊啲嘢嗰個嘅治療嘅方法嘅。咁随着嗰個啲病情嗰個演進咧，個醫生就認為咗嗰個癌
前列腺癌的細胞呢就不停在那里在那里转变和生长啦，演变成为呢即是那个前列腺癌的亦都无法了去治疗啦。他又指出在新一代的口服的标靶药荷尔蒙的时候呢可以呢是在第二可以是圆满了第二线的使用即不是首要啦。但是呢近年来推出那啲嘅提早喺第一线用嘅时候咧，效果双管齐下咧，就会更加咧有嗰个控制性。咁就当然建议啦，系50岁开始嘅男士咧，就去做嗰、那个PSA 嗰个嘅前列腺抗特异抗原呢个嘅测试咧，亦都要配合埋嗰个肛门嘅指探啊，同埋磁力共振啊呢啲嘅影像嘅检查咧，希望尽早咧就知道个病情。但系相对嚟讲，我哋都知道咧，呢个 PSA 嘅检查咧，好多时候咧都未必系咁准确嘅。咁啊，袁医生啊，咁咧其实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啲听众咧都解释一下咧？前列腺癌嗰个嘅情况，佢哋头先个报道里边就系话咧，好多时初期时候咧嘅患者都唔察得到，已经系患咗呢个前列腺癌嘅，只可能就系一般性嘅年纪大就个前列腺增生啊，令到佢哋可能小便不畅顺啊，或者系尿频啊，诸如此类呢个嘅情况。但系原来已经系可能系癌症嘅形成啊啲嘢咁。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咧，再即系等佢哋了解多啲呢个问题咧，系咪都系好经常性喺啲男性里边咧系出现咗咁嘅咧？咁其实前列腺癌咧，我哋喺医学上近代下可以话咧系属于第二经常被诊断嘅病嚟嘅，嘅癌症系属于第二嘅。咁而可以话喺男性里边咧系第六大致命嘅癌嚟嘅。大概咧喺癌嘅个案里边咧，差唔多占14% 嘅。即系我呢个数据话90,030,500咁样。咁而6% 吓嘅男性嘅死亡咧，就系、是、死喺呢、这个嗰、那个前列腺癌，呢、这个大概2008年嘅资料，咁有6% 嘅吓。咁、当然啦，通常咧呢、这个前列腺癌咧嗰、那个发现率啦、出现率多数喺年纪大啲嘅男士啦，65到80岁嘅。咁而最常见嘅症状咧就系、是、小便嗰阵时候出血，OK 呢个常见嘅，或者咧小便嗰阵时候咧就系、是、有啲阻滞啊，甚至乎咧就系、是、屙唔出咁样嘅。嗱，虽然讲咗呢样嘢咧，喺好多年前啦，即系我早期咧就睇好多呢方面嘅资料啊，其中佢就话咧，佢话咧嘅前列腺癌咧系其中一种癌咧，系绝大部分嘅人咧系唔会早死嘅。即系你会死，但系啲好似一般嘅正常嘅年龄去死亡，即系唔会减短去应该嗰个寿命咁样样。系啦，咁只系5% 咧，就系、是、会早死嘅。咁、当然啦，最困扰嗰个问题即系除咗你屙血啦，咁同埋小便有困难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是、骨痛。OK， 咁、当然咧有啲人成日觉得肌肉痛、骨痛啊，好正常嘅。但如果你发现你身体嘅骨痛咧，系24小时都唔会舒缓嘅，即系好多啲根基啊、骨络啊、风湿啊、关节嗰啲咧，即系会好下又差下嘅，会有时段性嘅，可能到夜晚黑啊，瞓觉会特别多啊，或者冻嘅天气会差啲啊，热啊会舒缓啊咁。但系咧，即系个骨痛系癌细胞导致骨痛咧。基本上24小时都唔会舒缓。好啦，咁如果一个人发现佢自己有种呢种咁样嘅痛，係24小时冇咩做得可以舒缓佢呢，咁即係有机会呢，呢个属于一种即係癌细胞入咗骨。OK， 咁呢个就会比较辛苦痛嘅。咁但我曾经所讲呢，其实呢喺医学上呢，癌嘅人係多，但呢就係、是、唔会话因为佢而令你早死嘅，即係大部分都係正常嘅。咁但系咧，而家医学上嘅治疗咧，好多时候用开刀啊，又剩啊，咁同埋嗰啲其他啲荷尔蒙嘅治疗啊，诸如此类咧，其实咧都系第一，唔系话真正可以医好佢吓，咁大部分咧即系希望咧系觉得
希望你的症状会舒缓啲啦。咁、嗯、但系而我哋嘅手上嘅资料咧，发现咧好多时候咧嗰种治疗咧，即系西医嘅啲开刀啊，嗰啲放射治疗啊，其实咧令到个病情咧系更加不适嘅，即系更加唔舒服，更加多，可能就会赖尿啊，要即系控制唔到啊咁样。咁所以咧喺呢种嘅症状咧，第一佢唔系一个急性嘅癌症啦，咁其实好大机会咧系可以用同类疗法嘅。嗯。啊，咁我手上咧亦都有好多呢方面嘅资料啦，咁发现咧喺同类疗法治疗呢类嘅前列腺癌咧，个成功率好高嘅。啊，即系好多人都可以医得到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唔使即系更加唔需要啦吓，用一啲基本上系冇乜真正啊根治到嘅方法，只系舒缓下嘅，咁但系结果咧就唔系舒缓到，更加令个症状更加辛苦嘅。嗯，咁所以咧喺我哋嘅啊同类疗法里边咧，我有啲方案啊，即系通常我哋都唔会用一隻疗剂啊咁简单，我都用即系唔同嘅情况咧，视乎嗰个病人个整体咧。我哋就去处理嘅，咁好啦。咁当年咧喺同类疗法咧都有啲辩证嘅，啊，譬如嗰、那个啊过去啊成功医到嗰个前列腺癌嘅疗剂咧，其实有成百几只嘅，有成百几只嘅。咁其中比较常用得到啦，就用得最多啦吓、啊，就系、是、好似毒参啊、空念啊、啊个毒参啊、啊 Sable 啊、Sable 嗰个居始中啊。嗰、那个 Sable Serrata， 咁呢个嘢常用嘅 ，Scirenum 系一种硬癌体吓 ，Scirenum 硬癌体，咁仲有一个就 Suya 咧执拍吓，呢啲都比较可以话咧系一百只里边咧系比较上用得比较多嘅疗剂。好啦，咁要视乎症状啦，咁譬如如果佢有出血啦，咁我就会用 Crotum Horrendus， 系一种毒蛇嘅液，因为知道蛇毒咧好多时候咧系令到人咧系流血。啊，那个五孔流血、七孔流血，就通常咧就系同嗰个蛇毒有关嘅。咁遇到呢个情况咧 ，Crotum horrendus 咧，系、啊、就可以一种蛇毒嚟嘅。咁或者咧系结口咗啦，啊 induration 啦。咁我哋毒参啊、scirenum 啊呢啲咧就可以用喺度嘅。咁如果有痛啦，啊，即系系痛嘅，系前嗰、那个啊前列腺嗰个癌症痛啊，咁我用一啲啊 carcinosum 啊咁。啊 ，Sable 啊 ，Conium 都系一个常用嘅疗剂。咁即系话咧，我都视乎嗰、那个表面嘅症状咧，我就会去采用相应嘅。咁但其实我哋一套嘅方案吓，咁、啊、咧就系、是、都唔系净系一套嘅，都有几个层次咧，我哋系可以用喺啊呢啲前列腺癌嘅。咁、嗯、所以咧唔使太紧张吓、啊，其实有啲更加安全、舒服、唔会好贵嘅方法咧。可以帮助大家对付呢个前列腺癌。嗯，咁啊，多谢袁医生同我哋一个嘅听众解释咗咧，关于前列腺癌嘅呢一个嘅情况啦。咁始终系啦，大家都应该咧系经常留意住下自己嗰个身体嘅状况啦，因为身体咧都会发出咧唔同嘅信号咧，俾我哋大家去警惕我哋自己咧，可能会唔会出现咗一啲咩嘅健康上面嘅问题，咁就唔好忽略咗一啲嘅症状嘅时候咧，就以为系我呢啲系年纪大就一定会发生嘅问题，而喺同类疗法里面咧，亦都系可以咧扮演一个咧好重要嘅角色咧，系帮助大家咧去处理一啲嘅呢啲嘅慢性病嘅问题，而相对咧用一啲嘅西药啊，或者系佢哋呢啲嘅混合疗法啦、荷尔蒙嘅疗法咧，更加安全、更加有效嘅。咁所以希望大家收听完之后咧，去了解多啲自己嗰个嘅身体状况，而作出适当嗰个治疗，及早嘅治疗就好过咧，等到即系要割完咗之后都唔知点样又有其他嘅后遗症出现嗰阵时候，先至再去做嗰个嘅修补嘅，就嗰个效果就冇咁大噶啦。如果各位有啲急切性嘅问题，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阿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电话号码系25773798。如果想查询翻头先我哋提及过嘅疗剂或者健康产品，可以联络我哋六创意健康店，电话号码系28824848。海外嘅听众亦可以透过 Skype 同阿袁医生做一个网上嘅会诊，可以 email 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如果想重温翻我哋嘅节目，可以上翻我哋嘅网址三个 w dot
SourceRadio.com， 又或者上翻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翻我哋嘅节目噶啦。好，今日唔该晒你袁医生，拜拜。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